美国对古巴的封锁给古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伤害。中方再次呼吁美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基本准则，尽早全面取消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将古巴从知恐名单中删除。这符合美古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同时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中国和古巴是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中方对古巴当前遇到的困难感同身受，相信在古巴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古巴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暂时的困难，将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